2012北京车展，美女车模李颖芝因身穿过亿奇癖小钻裙抢尽风头，一时间她不仅成为众多宅男的梦中情人，同时也招致网友质疑其硅胶垫胸，被封硅胶女神。4月27号，李颖芝做客新浪微博秀，回应隆胸整容质疑。人一红吧，难免会有杂音啊，就质疑的声音就出来了。颖芝好像红了以后，在微博里走红之后，也有些人出来了，说了各种各样的话。对，我看到就有一个叫这个罗瑞玲，别恨他啊，亲爱的，他发微博说颖芝，鼻翼有明显斑轨，骨梁有明显破坏痕迹，隆过鼻，侧面看左眼皮上层眼皮半形覆盖，因为割的双眼皮，下巴不说了，很明显的做过，左胸根部有明显台阶痕，隆过胸，胳肢窝内陷。背壁抽过脂，而且还做过离子去毛。我觉得这分析的可能比妈妈看的还仔细。是肌肉线条吧？我觉得大家都会看到的。这样，我们现场啊，现场澄清。当然我不能去摸了啊。Cici， 我们派你，颖芝，你去探测一下是吗？挨个证明给各位网友看，你现在代表网友好吗？来，摩拳擦掌。你们想哪个角度？不过你告诉姐，你轻点儿，他现在是身体不太好的状态，没关系，我是可以接受的。可以，要不这样，咱们为了公平，你先摸我的，我再摸你的，觉得呢？我觉得可以，我是哪都可以摸了。这样我就感觉病好很多。一起互摸，好兴奋啊！我怎么比让我摸男人还兴奋？谢谢你摸的同时，你要告诉我要背一下镜头。哦，对对对。那我先摸你，他先摸我，什么人啊？他里面放了10个 new bra， 你摸到没有？不是，颖芝，我说，我们可以用力捏，真的吗？好，我们看了，这镜头不是好性感啊？对，谢谢告诉我们你的结论，确实是软的，对，是肉啊，肉和什么东西你这如果有假体的，它会有块的东西的，真好摸呀，各位，什么手感？摸够没有？摸够，我再摸一下别的地方，胳膊。肌肉很强，有，这是硬的。它是肌肉，我能看得出来肌肉。还有五官，这样颖芝，你希望它？因为我这下巴就从小就很长。我同学小时候，初中时候同学就说我是那个巫婆下巴。我当时我从小就很丑，很苦恼，而且我现在特别瘦，然后就这边有点凹陷，显得下巴会更长一点。所以就是也很恨这个长下巴的，有想去摸骨，但是有点就是害怕嘛。然后但是现在很多就是说有整容嘛，但是我就是，哎，不要让我跟他在同一个镜头里出现好吗？替他就好。这样，思思，你刚才摸了好多个部位啊，分别跟我们说一下鉴定结果。胸部是非常非常好摸，然后软的，有弹性，对，是真的。但是我觉得还有带 new bra 吗？哎呀，我摸了，我再摸一次。有吗？是胸衣，好像没有，没有。对，那其他部位呢？你摸到吗？我刚摸了胸和下巴，然后我觉得下巴应该是真的，可是确实比我的硬一点，是为什么？是因为有肌肉吗？没有，也外面一层是软的，里面是硬的，肯定是这样。